强的后盾，一起来帮自己人，帮同一支队呐喊的一个加油声。很可惜啊，没有拿下今天的胜利。不过现在这个时刻呢，也要借由大家的掌声加欢呼声来给场上同一队的选手以及教练，同一队加油加油加油！今天下午6:30的时候，3:35在高雄市陈建芳国小这边也有精彩的赛事，也希望大家哦把你的热情持续的借给同一支队，不论领先还是落后，大家只要保持正向乐观的信念，我们一定可以打下一场又一场的胜利。也谢谢大家今天每一个呐喊，每一个加油声，有大家加油真的非常的好，也非常的幸福。所以大家回家的路上一定要小心平安，快快乐乐的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。贵重物品一定要记得来做期待哦。我们明天下午6:35，高雄市的陈立夫棒球场跟大家相见，我们不见不散。也谢谢大家今天的莅临。好的，在这边提醒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，在离场之前，请先确认个人的随身物品是否有带走，不管是左右两侧还是椅子下方，请大家稍微检查一下。另外，手背部需要的废弃物也麻烦帮我们放置到。